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比较第一个感觉会选玉婷。因为我觉得他各方面都很得体，然后加上他又头发长长的啦，长得漂漂亮亮的啦，然后穿的又有小性感，小性感，对，在各方面的打扮又不会很土。其实里面我觉得他穿着是，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最 OK 的。哇，哎呀，是第一姐。迪英姐，你要考虑到哦，迪英姐，你要考虑到这样子的媳妇哈，公公受得了吗？哦，偏头痛，没有关系，公公老娘搞定。啊，对啊，你再怎么对玉婷，你再怎么辣，辣不过迪英姐。对了，那要把你衣服抢过去，她自己穿。对哦，没有，她这个对我来讲还太保守。对了，太保守。我怎么在公公面前都不穿衣服的？有什么？丢啊，对不对？在大家面前都不用穿衣服了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愿意来啊。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敢看吗？我不被夸，拍谁？哎，正面。问题是你敢看吗？不，那我们敢夸。我墨镜，你墨镜特别多。好，那玉婷要你看嘛，看一下你是什么样子。都几块来找你呐？性感小台妹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没有，多追啊，辣椒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来自屏东，所以我就是算一个蛮朴素、淳朴可爱又亲民的，淳朴。而且加上我有一个优点会大加分，因为我会讲台语，所以可以跟阿公阿嬷讲得很好。这个很加分。对，而且我阿嬷又很爱看迪英姐的歌仔戏。哇。你看我眼光多好，其实以他现在这样子，如果他讲的是真实的话，他有一部分有一点点像我现在的宝贝。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很会做家事，就是家里的家事我都会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考试哦，对，说不练假把戏，我们来让他示范一下，比如说在家里面厨房做事情一定要。去 camp 开啊，你对要做菜啊，做家事好可以示范刮鱼鳞可不可以 ？OK， 来，大鱼鳞。好，玉婷已经准备好了全套，有没有？手套也戴好了，对，围裙也围好了。但怎么样？第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鱼在这里，对，但是这边的工具很多，想要问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要用哪一个工具？要用这个汤匙啊，汤匙。因为我爸爸都用这个刮。我都有偷瞄到，你把它当这个刮刮乐是？然后它是刮水果的，刮水果。然后这应该是开瓶器，不是啊，这是梳毛的吧？鱼鳞的吧？这个才是刮鱼鳞，这是梳毛鱼鳞的吧？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你要再确定，我选择，我们再重选。不要，我要就是要这个，也可以啊。用这个好了，那你要哪一只鱼？选一个最大尾的。哇，宝贝，大尾，来哦，来刮，真的会刮吗？哎呀，乌鸦，乌鸦，喷喷喷，小心哦！是真的这样子吗？我们等一下会有专业的餐饮科的专家在这现场。啊！哎呦，有起来耶，有起来耶！欣雅觉得 OK 呢。几个再刮一下就好了吧？两个妈妈都在看，有有点久啦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一边好了，一边好 ，OK。两位妈妈刚刚看完她这一段刮鱼，不及格，不及格。当然是不及格，因为如果今天没有那三种道具让他挑，他挑汤匙我没有意见。是，但是有三种其中是正确的，他没有挑他，就是表示说他刚刚有一点想说谎，说他很会做菜。哦，那这一点我就有一点基本上不信。好，要不然就是他家里很穷，只有汤匙没有别的了。有凭有据，因为呢，狄大哥他是。餐饮科，我是城市科技大学餐饮科系毕业。哎呦，婷姐今天有办法来请到您来，稍微帮我们来，我们有示范一下，小露两手，小露两手啊，请假边这样哈。我们 before after 不要，对 before after 一下，这边都没有刮到，都没有刮到，反应该其实用这个，这好小心，哎呦，小心哎，都起来了，专家哎，天哪，这个。那个很像，他的 B 居然瞬间嗨起来了。哦，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浪漫，竟然这么如此的刮鱼，哦耶！这只鱼也蛮开心的，对啊，爽啊！哇，一边刮一边问这个鱼爽不爽啊？你爽不爽？你舒服吗？哎呦！对了，好的食材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。真正的专家，你看他就赤手。直接抓，掌声鼓励。好了，没办法，这个
宝贝，妈妈很厉害，所以你家事都不用做，妈妈会做。好疼媳妇啊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要要要！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谢谢丁英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对对对，姐，这个衣服是借的啦。多谢多谢，这算我的算我的，哎，算我的。他买下来了，买下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其他两位女生什么特质了。哎，拜托你们，对啊，要好好表现一下，不然这样好像自己的儿子可以跟自己结婚一样，因为你们都不够好啊，对不对？我是，嘿，日本做作有比较好吗？有比较好吗？干不干？做作有比较好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做作不是不自然，就是天生就这样子的，天生就很做作，天生做作，我一定会得到妈妈们的喜爱。为何？说第一个原因就是身材。哎，哎，卡称卡称，前凸后翘，所以呢，很会生小孩的感觉。哦，有没有？确实确实，传统观念里面会强调身材、屁股这些问题。好，接下来凯一，好看我穿这样就知道我是二次元美少女。对，我今天是要为自己，明明是怪怪女，你为什么要说美少女？怪怪女啊，来，他不认识那两个字，这个就是歧视。怪怪。台湾普遍的就是家长都会歧视我这样的穿着，就觉得说我穿这样一定是这种不正当的行业这样子，所以我今天是要来为我自己抱怨的。等下先问一下，他真的会对这样的穿着会觉得怪吗？浩仁姐，我觉得如果以他是变成我媳妇的话，你知道那种一早我跟我老公起床，然后他在那边说万能的天神，请赐予我神奇的力量。这样谁？你自己是不是在家也会玩这个？谁说的？假的？你会那个台词啦？对，他你不要他抢你台词。你玩过哈？动不动对着我玩过。你玩过？穿鞋子。他对着我儿子说。我代替月光仙子要惩罚你。他都会，他都会。行家，行家，行家。对啊。然后我就是来抱怨一下，就是我有一任前男友的妈妈，就是他，因为我是学生，所以我半工半读，然后他就觉得我做网红这种，就是一定私底下很不检点，很不 OK。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有做直播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做直播很像线上的妓女，因为他们觉得我跟粉丝聊天很像是线上的陪酒女，因为是聊天。这样子，我不理解这个，他们不能理解就是网红或是直播主这种行业。然后呢，所以他就不想要我跟他的儿子在一起，所以就挑拨离间。那后来我们就真的分手了。所以想问现场两位妈妈，你们会介意我这种工作吗？我不会。哦，不会接受，不会喜欢，不是不会接受，不会介意吧？不会介意，真的吗？因为每个人工作特质是他个人哦。然后只要是我儿子喜欢。因为他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嘛，也一定说他尺度到哪里。如果我儿子喜欢的话，我不会，我个人不会介意。直播我 OK 啊，因为我自己都会直播了，而且现在直播在网络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啊，这没有什么好那个。对，韩静也是因为这样子认识前几任女友的嘛。前几任，那个是老板抖内没有，但我身边蛮多人做直播，而且其实我也蛮清楚，其实很多网红这个行业，所以其实我是蛮 OK 的。对，我觉得就还蛮厉害的。直播其实直播没有很简单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